这个像这么大的要长灯，要长几十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了解了解啊，您留心点，了解了解。这样的东西，你们是否见过啊？我把手机拿一下。帮我点点赞啊，谢谢你们。点点赞赞。我的东西不见了。我的东西不见了。你们帮我点一下赞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点鬼，我想要的东西不见了，我想要的东西不见了。好兄弟，走，帮我点点赞赞，兄弟们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我要把这个手机电充上。哎，那不行。好了，我好了。Hello， 你终于来了。呵呵哒，早上没空，不知道做过了啥。我给您留了，呵呵。我给您留了那个黄金啊，十几二十年的黄金，我给你留了一点，远挑大的留给你了。要拍吗？要拍，我现在就可以给您留，给您拍。您要拍的话，我现在就给您拍，好吧？可以吗？按小丽的那个，按小黎的给。上上啊，自己去看哪个，如果哪个是9.9的，去拍一下。有1斤多。你自己去看一下哪个9.9的拍好了，要跟自己备注一下黄金啊，好吧？好像是有1斤多的，很漂亮的。按小黎的方式给。您自己去拍，拍了自己备注一下啊，备注黄金啊，好吧？找个9.9的拍就行了，好吧，您去拍就好了。朋友们，今天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拍了 OK， 你自己备注一下啊，自己备注一下啊。然后朋友们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五指毛桃，我们也晒干了啊，五指毛桃就在这里晒的，晒干了，在一号链接，你们自己去看一下，该带带啊。之前小黎说了OK， 不用谢啊。之前小黎说了，五指毛刀晒干了以后，给大家上一个都9.9的。小黎说到做到啊，小黎说到做到，在这里，19.9的五指毛刀，你们自己去拍。是什么样的？要看吗？啊，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刚刚晒干了啊。之前小黎说到做到，小黎说到做到，好吗？五指毛刀。19.9给大家上了，大家可以直接去拍一号链接。今天我呢，今天不是单单今天了，今天明天后天可能这几天我都要干的事情了啊，在家里干一下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之前咱们这些都要啊，都要去切个片晒干啊，切片晒干，这些这就是真正的朱砂帘，你们知道吗？真正的朱砂帘，大家去看一号链接五指毛桃啊。小黎说在搞的时候就说了啊，等晒干给大家19.9，说到做到，给大家上了，大家记得去拍啊，记得去拍啊，好吧，大家记得去拍一号链接五指毛桃19.9，大家记得去拍，好吗？OK，
大家一起抓抓蛋，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两天就干这事儿啊，这两天我就干这事事情了，哪都去不了，哪都干不了，啥都干不了。这里的房租今天到期了，今天我跟那个这边的房东说了一声，延迟，我按月给，还有这里要听他处理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干干净净。然后刚好这两天我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新的烤那个那烘干机啊，烘干机，所以我刚好我们这一天都先就试一次吧，啊，就试一次。又一个这红彤彤的东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出来聊一下啊，可以出来聊一下。很多东西是没有见过的啊，很多东西咱们是没有见过的，好吗？一号链接的五指马桶，大家记得去拍一下啊。咱们说到做到，19.9，啊，好吗？好吗？一号链接，等一下我切这个给你们看。我把这个洗一洗，切掉给你们看。这东西，我们每个人都用过。可以买一斤吗？可以啊，你去拍呀，选一斤的拍了。啊，我不知道小黎下面链接是什么样的啊，有19.9的，大家可以去拍呀，拍一斤呢。它一斤半斤或者多少都行啊，啊，都行啊。这个我在弄的这个1斤85的，那就对了，85不是正常的价格，90才是正常的价格，85已经优惠了，啊，真的，这咱们自己。山上弄回来的，啊，85已经是优惠了，是咱们纯乳液啊，我拍了一斤的 ，OK， 谢谢，刚好那个一起发啊，好，我把这个弄好了，我就开始切了，今天做好准备开切。啊，做好准备，咱就开切。好，准备开切，准备开切，帮点赞啊，朋友们。哎呀，我把水关一下啊。我不关水了，这也浪费水了。哎，行了，我要用这个，把它咕噜起来。我要用这个装起来啊。干着家务的啊，拍了一斤的五指毛桃哈，哎，五指毛桃我弄一点出来给大家看哈。就在家里，就在这里。
嗨，这就是五指毛桃一号链接啊。之前说到做到啊，说到做到，19.9块上给了，然后大家别的链接，大家可以去拍。这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去搞的那五指毛桃，现在给弄得很干，一节一节的啊，啊，这么大的都有。